哎，有没有昨天来的观众？哎，你看，昨天是头一场，我们这师兄弟啊，演了好多我们先生当初的一些经典作品。虽然演的不错啊，昨天我在侧幕条也看了，但是不得不承认，跟郭老师当年原版的这个作品比啊，还是有一点差强人意。这就看出一个什么问题，各位，就是说相声的什么叫好角啊？自个儿能写，自个儿能演，还能保证效果，这才叫好角儿。能占两个样就算不错了。你看有的演员能写能演，但是效果不见得能保证；有的能演效果能保证，但是自个儿写写不了。我作为什么时候像郭老师这样，这三点都能达到，我觉得每个演员都能这样，这个艺术就兴盛了。现在演员这心都不在这作品上，演个电视演个电影啊，对不对？啊，对，你说对，也有那个出去旅游不回来的，有大林的问题。昨天我去那个万象城那点看那电影海报，大林那个二手杰作有看到没有？那个你说他爸在这一手的佳作他不演，他演那二手的杰作。那咱甭废话了，咱们引出头一个节目，你得娶我。表演者是我们德云社天津籍的优秀青年相声演员靳鹤兰、朱鹤松。谢谢您啊，感谢您，谢谢大家伙这么热情的掌声，谢谢各位啊。哎呀，哎，谢谢大家伙这么热情的掌声，谢谢您啊。特别开心啊，也特别荣幸能够参加这个活动。对，其实我们哥俩来说很少参加这种集体活动，这种大型的演出啊，初次参加心情真是忐忑不安。哎呦，太激动了。嗯，往年来说啊，参加最多的集体活动呢可能就是封箱演出了。对，当然说封箱演出我们参加比较多。嗯，而且呢在里边我们都能充当一些重要的角色。什么角色呀？啊，就是散场的时候啊，啊，最后了，都演完节目了，郭老师站在前边啊，后边那200多人里边啊有我一席之位啊。但是别看那200多人有我的位置，我那个位置我觉得我很重要。为什么这么说呢？你多新鲜呢，要没有我在那儿站着，谁跟他在那儿哎嗨嗨哎嗨嗨哎嗨哎嗨哎嗨呀，就靠我们几个烘托氛围了。哎，像这个场合呢，这个钢丝节很隆重。啊，是啊，按理说呢每年都会有演出。嗯，这个由于特殊原因呢好几年可能没办了。对，今年又办得特别的隆重，特别开心啊，好多朋友百忙之中呢也抽空来看看这种演出。嗯，我们是头一个节目，头一个节目来说有时不太好表演，有一定的难度，因为好多的观众朋友可能还在陆续的进场当中。嗯，我们慢慢的说，大家伙慢慢的听，不着急，争取给您各位带来一个愉快的夜晚。是，有认识我们哥俩的朋友，也有不认识我们的，上台来跟您做一个自我了断介绍。自我了断跑着死这儿了是吗？我就想死在这里啊，这是我的家乡嘛。对，跟您认识认识。哎，介绍介绍，我的名字叫做靳鹤兰，德云社的一名年轻相声演员。不需要了啊，不时接来之时，短暂的两秒钟已经深深的刺痛到了我。真的，就你们这个掌声四个字的总结，什么呀？不要也罢啊。哎呦，隆重的给您介绍一下站在我身边这位老师。说说我。好多朋友对他有一定的认知度。是吗？姓朱，叫朱鹤松。谢谢。对，就你们听相声只看捧哏的吗？这逗哏的一点面子都不给吗？我靳鹤兰。咱就退票。大家好，我是易烊千玺。哎呦，真是说个劲。朱鹤松告辞。哎呦，干，别刚来我现在就想走。不行，一定得站足了25分钟，这样才发劳务费。你得站足了啊，耗也得耗到这个点儿啊。不是啊，这怎么
同样的一场买卖，凭什么这么喜欢你呀？贺松走上舞台，这是家乡父老对于贺松的厚爱呀。对呀、啊哦，你在这演出家乡父老。对呀、啊，我是老坛儿。这叫什么？这叫什么话呀？这我想起先生那句话了：“你是家乡父老，能容我、啊，我是容不下去了吗？”不是，我这是我回到这儿啊，属于省亲演出。你们上这是说相声，就害怕观众不笑，心里有负担。贺松站在舞台上，不用观众笑，就是跟父老聊聊天儿啊。不是，你是家乡父老。对呀，你是天津人啊，我也不是外地的呀。不是，你哪个区的？我住的地方。你哪儿的？我是来自我们美丽的武清区。听听这个掌声，你听听，这都是吃过豆腐丝儿的男人和女人们。你武清的？对呀，我是虹桥的。啊，真的，咱俩哪个离海河近？你在中华剧院演出，离海河近干嘛呀？哪个离市里近？干这跟说相声有关系吗？你往这一，你还天津的，天我也是天津的。甭管是哪里人，观众喜欢优秀的演员。大山来自美丽的加拿大，中国人民也是万分喜欢。这不是钢丝姐，嗯，这是春晚。我把今天晚上的演出看得比春晚还重要。真的，那是因为你去不了春晚。哎呀，上天津春晚的时候都没有现在这么激动，这么高兴，这么兴奋呢。天津春晚真是，我恨不能把我这一腔血洒在曙光里和文月北里这一块儿。还真是老天津味、啊、真是，我就恨不得把血我就撒在这片土地上。这方圆一公里你还真熟。哎呦，真这种心情你难以理解，但是咱们都得卖力气说好相声。真是三两句话你都给我说懵了。上台没两分钟，光带着煽动群众玩了。这不是跟观众聊聊天拉拉呱吗？什么聊聊天吗？后边拉拉呱，天津话，这不山东话吗？这不是，不天津演出，你聊什么山东话？我也得照顾最后一排来自山东商会的朋友啊。最后一排山东的吗？都是来自山东商会的朋友们，这都是一个个，这都是各位商界的老板，各位奇才呀、啊，这都是。你看看，对，最后一排他还没有鼓掌。最后一排自己都纳闷，我是干什么的，我自己都忘了吗？就是可能各地的朋友都来了，欢聚一堂，同庆钢丝节。哎对了，开开心心的、嗯、对，其实挺好，多哏儿啊。哎对了，也是放松的一种方式，享受生活。对了，而且好多人呢，有的都不是自己单奔来的。那是什么呀？成群结队一块来的啊、对吧？有的那个都是网上一块抢票，一抢啊都是抢好几张。对对吧？有那时候带朋友来的，是有带父母来的，哎，有带孩子来的，有带媳妇儿来的，有带别人媳妇儿来的，啊，哎呦，带别人媳妇儿来的，举个手，我瞧瞧。哦，还真有哈。啊，大哥还真了不起，胆儿还真大，给他来个特写，对，发抖音圈他女朋友，甭管跟谁来的，祝您开开心心的，高高兴兴，高兴最好。嗯。有时实话实说，我看这个现在搞对象的男女朋友们，我看着我就开心。你看别人搞对象你开心？我觉得很幸福哦。我觉得应该有这种爱情这种纯真的样子。是对吧？你包括今天我坐车来的时候，地铁上我还看着搞对象的。嗯，现在好多年轻人不大点就开始搞对象，但是来说爱情啊没有界限。对，谁跟谁好都行、嗯、那可不嘛，谁也拦不住。哎，对吧？包括朱老师，我幸福美满的家庭，娶了一个漂亮的媳妇儿，是对吧？也是我们行里人，对对对，啊，很喜欢她，嗯，相濡以沫啊，形容他媳妇儿用现在的话讲就是绿茶，啊，也不这叫什么形容词啊？这叫我不是怎么形容啊？就是非常的好，非常不错，嗯，幸福美满的家庭，对喽。
今儿过去有很多的古诗词啊，都是形容这种爱情的。什么诗词形容爱情啊？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嗯，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哎，有这么一句。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没挖子过河，是哪一个来推我吗？噔噔噔噔，有船吗？船来啦！行，先下来，先下来。这怎么连过河都出来了？这个不是美好这种爱情诗歌吗？这不是诗词啊！啊，反正这种爱情的画面太多了啊。我过去，我小时候年轻的时候，老人面前老浮现那么一个特别美丽的爱情画面。什么画面呢？天清水碧，鸟语花香。嗯，小溪潺潺。哎呦，大森林绿油油的。我这景色太美了。河边飞过来几只海鸥。您先等会儿吧。那河边飞过来几只海鸥，海鸥迷路了。海边啊、哦，海边飞过来几只河鸥。嗯。主打的就是什么边不能飞什么鸥。海河边有人群殴。嗯，对，就报警了。反正就飞过来好多鸟。哎，这个水边上飞过来好多的鸥。哎，对了，嗯，反正咱不知道是什么吧。景色非常美。反正打远处啊，王子公主款款的走过来。哇，后边跟着一匹白马。哎呀，当当当啷滴当，当啷当当当，当啷啷滴当，当当啷当。这后边跟的不是白马，这是跟一头猪。不是，就说那个意思，马过来了。这不是猪八戒出来了吗？这不是，猪马啊，狼马峰。嗯，真是这个王子和这个公主真的好搞笑啊。反正这个马在后边紧紧的跟着啊，就来了。王子牵着自己心爱的公主，嗯。说着情话，哎呀，唱着情歌，我当个柴油工人多么容易，柴油工人啊，我当个香油工人多么重要，大名府来的，我当个汽油工人多么容易，咱选不对油了是吗？我当个退，你说吧。不当过石油工人多么荣耀，我不知道哼什么吧。啊，反正哼着那个爱情的歌曲，爱情的歌曲就向我们走过来了，缓缓的走来。哎，一切都像童话当中形容的那样啊，特别的美妙，真好啊。王子公主从此过上了没羞没臊的生活啊。这是什么形容词？这是不是就是特别美呀、啊？嗯，脑海当中啊老有这种画面浮现。嗯，有时很羡慕。羡慕什么呀？羡慕这种状态。哦，你羡慕这种搞对象的状态？对、哦，因为我觉得我可能这一辈子也不会拥有这么完美的爱情。哎，这种爱情都残存在大家的想象之中啊！哎呦，要提起我的爱情史来，有很多事故。事故？不是故事。故事？有很多的故事。嗯，没有特别美妙的。哦，可以这么说，我失恋的次数都赶上中国足球失利的次数了。那就是没成功过呗。你说的是我是他，你都一样。嗯，哎呦，哪一段爱情都不特别的美好，不痛快了。你要说最好的，嗯，印象最深的可能是比较年轻的时候。年轻的时候算是初恋吧。哇，算初恋吧。你的初恋？哎，当时女朋友不大啊，那是岁数都小。对，哎呀，十七八岁那个年龄段，那哥们儿就爱上你了。哎，不对，你叫哪哥们儿爱上？不是，就那人就爱上你了。对了，哦，喜欢他，女孩子长得漂亮，特别的单纯，是吗？叫爽，爽，哎，哦，姓郝，就这个名儿起的真是就这么的唐突。有时候到他们小区楼下喊他，怎么喊呀、啊？爽啊，爽。好爽。你住哪小区？管我住哪小区。真是，哎呦，哎呦，你知道当时那个场面多尴尬？哎呦，有多少人推开窗户看我？哎呦，真是想着那个，你不要再笑了好吗？那个画面就那么的恶心。你是嘲笑我还是嘲笑这包袱？不是你。很尴尬，但是我很喜欢这个女孩子。那肯定，就这个名字透露着这个女人就特别的好。
真的很喜欢她。嗯，不错啊。她在一个售楼处当关公小姐。关公小姐，这是一个红脸的娘们儿。不是，就说女孩子长得这叫什么？有个词儿，那叫关公小姐，公关小姐。到底哪儿的小姐？公关小姐，卖房的那个嘛。对啊，中介。哎，可以这么理解，对不对？对，中介、哎、就是房屋骑驴。这个词还真恶心啊！可以这么理解啊，但是别看他工作不是说特别的不错啊，啊但是啊。这个人很有文化修养哦，文化素质高。平时我们坐在一起啊，不像别人外边瞎玩去啊、嗯。我们经常在家里边着棋，着棋就是下棋哦。这着棋是文词，哎，就是下棋，经常对弈。对对对，这雅呀。摆好了棋，嗯，焚上一炷香，哎呦，放上一点背景音乐，嘿，当当当啷滴当当当啷当当当当啷滴当，你都糟进那个棋，糟进那个香。这叫什么话？这干嘛呀？请猪八戒上身，放点音乐嘛，放点交响乐啊，来点交响乐。交响乐，咚咚咚啷滴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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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啷滴咚。您就是换成了西洋乐器了，你怎么这么耐这个猪呢？你顶仙顶的是猪是吗？我也不知道郭老师作品为什么老有这个音乐。点个香放的什么曲儿？这都是啊，反正放着背景音乐，我不知道放什么啊，不知道放什么，来点非常高雅动听的交响乐呀。哎，放着音乐，闻着香啊，对面而坐，你瞧多雅呀，下一下棋啊。军长下的军棋呀，下什么呀？这在售楼处就下了。这还跟家里点着香下呀？不应该下什么？下围棋呀，围棋也得下。对呀，平时下是围棋啊。红先黑后，围棋红先黑后，咱说的是一个围棋吗？围棋吗？围棋不是说在围棋道下棋就叫围棋啊？小围棋道，别你不别人子儿一黑一白呀。我那白子掉那个酱豆腐里边了、啊、就吃着这个东西都不能下围棋，下围棋啊、哦，围棋捏一个子儿，嗯，一子定中原，哦，搁正中间了，等等等等等等，哎，好棒耶，真不错，该你了，该你，该你，走走走走，哎哎，漂亮。哎，这小两口不用在家下，海底捞门口就干了。你有点太贫去了、啊、这不下的跳棋吗？这不是什么棋不得下？对呀、啊、还有蓝色的，还有黄色的，还有靠的，脑盒的。我真想跟你聊天，我真想靠的。对，真是不下了，别下了，不下了啊！要不你上房屋中介那儿当托去吧，聊聊音乐。你跟人家聊音乐，聊聊音乐。哎呦，他说他最喜欢的是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哦，那个太雅了，不敢苟同。嚯，我最喜欢的是朱云峰的发大财。真是，这还真是太下三滥了。哎，是歌曲还是人？不是，你爱的这人家爱那个命运，你爱发大财，我就想发财啊、哦、啊。下完了棋，聊完了音乐，品一品茶，我开始喝茶了，喝喝茶。哎呦，俩人太雅了，喝茶也有讲究。那应该拿大缸子，墩墩墩墩墩怼满了，这不成啊？那是硬茶，那多新鲜！那一会儿喝够了，那不成啊？小杯哦，小茶碗，小茶盅，小盅，放好了茶叶啊，拿开水一冲，这为第一泡哦，第一泡喜茶啊是。浮土不能喝，倒掉。哎，从第二泡开始喝。嗯，第三泡、第四泡、第五泡，越喝色儿越浅。对，越喝越不骚气了。哎，我觉得你有点讨厌了。怎么一泡一泡的呢？不是都这么说吗？第一泡来，二泡、三泡、四泡、五泡，人家喝一泡一泡，这一泡不倒了吗？哦，就那能喝那个倒了。第二就改第二炮了，那怎么说呀？一炮一炮，
第二炮，第三炮，第四炮。不，这行了，这，哎呦，哎呦，这不用假儿化音，不一炮一炮的吗？炮，破奥炮，不用加那个炮，一炮一炮。我就去讨厌你这个样子。你别讨厌我，您继续喝水，快关，往下饮。嗯，哎呀，喝喝茶。我就喜欢这种美妙的状态。哎，这种美妙的状态确实令人羡慕。对于我而言，这就我人生当中爱情最高光的时刻。哎，这就是那种味道体现最浓厚的状态。但是这种美妙的爱情总是短暂的。什么意思呀？后来我们也时常的吵架拌嘴。哦，再到后来甚至分手了。哇，这摩擦有点大了。我特别难过。你向他找他挽回一下子，看能是什么。哎呦，我找不到他啊。真的找不到他。嗯，对于我而言，跟我分手晴天霹雳，裤衩一声，很难受的感觉。裤衩一声，这是拉了呀？这是不是有形容词吗？这娘们甩你就甩对了，这叫什么话？这裤噗呲一声，这是窜稀吧？咕叽一声，嘚儿滑，吧嘚儿吧嘚儿吧。你哪来这么多相声词啊？你说个词儿，就是哭嚓一声，哭嚓一声，哎，我就拉了。对，人家分手都是哭，你哭嚓一声拉了，真是。反正有一个地方出东西吧。啊，很难过，能难过就不错。给我留了张条，小纸条，上面写着什么呀？我死了。哎呦，不要再找我。哎呦。其实就骗我，彻底把念想断喽。就是分手那叫骗我，真是伤人的这话。还到他们楼里，我得找他去，找他去，眼泪都下来了。哎呦，中这眼泪，爽死了，爽死了！看我的人更多了，是，这到底住哪小区？你是想看我，你不是太丢人了？这小区里，爽死了。太顺了，你不要笑话我行吗？我没笑话，我现在很难过。真是，我回忆起来我都不好受。哎呀，真是，你能讲出来，确实是你也是没脸没皮的，完了。哎呦，我觉得我这辈子不会再有这样的爱情，有点难过了。我可能以后都不会相信爱情，不会收获了。时光荏苒，岁月穿梭啊，时间一天一天的过去。哦，第三天我想通了。我说一天一天的过去呢，就难过两天，第三天就想通了。前两天没找着合适的，哦，第三天找着了，就咱们小区，啊，我们小区，你们小区，一小区，啊，迎面那楼，哇，哎呦，一进小区，小姑娘那儿给我摆手，嗯，我吗？是我吗？哎嘿嘿，哦，擦玻璃呢。你是没看见那攒布是吗？讨厌啊！我以为爱情来了呢。哎呦，你别说，后来朋友介绍一个，我给你介绍个女朋友，介绍个女朋友，嚯，见见面吧，聊聊，约定个时间，我们俩见了一面。哎呀，这不就收获爱情了吗？哎，我的春天来了，太好了！姑娘站在我的跟前啊，我仔细的观赏了观赏她。一个妇女能用上"观赏"这俩字吗？身高大概有140公分，体重有140公斤。这个公公真的好厉害！哎，不许拿女孩子开玩笑。1米4，140公斤。嗯，这是给郭老师预备的吗？这是小罐啊，这是一个。哎呦，那个长相，漂亮吗？漂亮。别喷着他，那个脸别说多圆了啊，真是圆脸。15的月亮，嗯，哎呦，那是够又圆又亮，15的月亮一样。哎呦，出油了，脸上有点麻子。有麻子无所谓啊，有麻子不叫包呗。大麻子套着小麻子，小麻子套着小小麻子，小小麻子有个坑，坑里有个黑点，黑点上长了一根白毛。三环套月的麻子。哎呦，这个妇女长得比烧饼还顺呢。
就这么跟你说啊，烧饼跟这女的站一块儿，烧饼一个朱一龙。哎呦，弄这么一个小煤气罐儿，阵子别让人换走啊！真是换都换不出去。哎呦，就他那个长相已经突破了人类的想象。真是你收获他，真是那你真是收获颇丰啊！这就是大个儿的古曼童啊！我都不知道怎么能长成这个模样，这摔倒了都不知道扶哪头是吧？多具后代线风格。哎呦，哎呦，小脸蓝哇哇的，蓝哇哇的，就跟阿凡提一样，那么阿凡达一样。哎，我就说是这个效果，这设计好的。这小脸蓝娃娃长得像阿凡提一样，就透露着那么睿智，骑着驴就来了，真是设计好的。行，别报键盘，你们信我，别报键盘啊，都是天津老爷们，不骗你们，设计好的。人那微表情那专家说了，只要一报板就是紧张啊。这么说了25分钟了没动过一道，跟阿凡提赛啊，阿凡达。哎呦，出合送！胎底对的时候，你可没这么说，你可告我，你说你就这么说，我救你。不是这个，你看这观众一张一张的笑脸，这不就够了吗？这儿来，这不错啊，倍儿哏儿，台上军人。没有，这确实啊，像阿凡达一样那小蓝脸。滚！哦。哎呦，哎，就是这个长相啊，长得蓝弯弯的，就真，啊，就跟窦尔敦一样，就是不好看这种女人，这不太难看了。你好看的不好得到，这样的也不好得到。不不不，好看的我是得不到，嗯，这样的我是不敢得到。真是，我得到了她，我就能得到了。嗯，哎呦，我看着他我都难受，我也不敢看他，不敢看他，我怕我吐了。哎，我低着脑袋我也不敢瞧他。大远处走来一人，嗯，在这姑娘脸上画了个圈，干嘛里边写了个差字。哎呦，这你要得到这个妇女最少来个小偏蛋，得到这娘们督蛋我都不要了。真是街道都负责给你装修，靠，真是精壮的三句我都不要，我这玩意儿，哎呦，这看着他，其实有时也挺同情他的。哦，有点同情感。哎呦，我更想同情他。啊，打远处又走过来一人。哦，拿着相机给我们俩拍一张照片。哎，那不挺好吗？发到了网络上。啊，后来听说还得奖了，好像这个题目叫《人鬼情未了》。哦，哎呦，这个人真是太恶心了。我说要不，好汉。什么叫好汉？你太侮辱人了！这个，你喊一个小姐姐，小姐，小姐，妈姐瞅你啊！对，姐姐，这个回家吧，差不多了，我今天的放风时间已经到了。您这有点外行了啊！我该回笼子了。不是，初次约女生可不能这样，得耗到没有回家的列车，没有班车，没有出租了，你才能得到她。你就耗她，他妈那也得分姑娘啊。哦，就长得比老爷们还老爷们呢，我看烧饼我都能耗她一会儿啊。这个小棍儿实在是不耐她。我的个天哪！不是，我回家了。不行，咱们吃饭去。哎，不是吧？我吃不了，吃不了了啊！不是说看你我吃不下去，我这胃口有点不舒服。昨晚上做梦啊，吃面条，早起来我鞋带没了。哎呦，起来了胡说八道啊！我到现在胃口还不舒服呢。哎，走走走走走，吃饭吃饭吃饭吃吃吃饭去，我饿了。哦，拉着我奔了饭店了。哎，往外一走，迎面过来我们同学。哎呦，老金买一藏獒啊！嗨，这娘们长什么样啊？别放屁放屁啊。啊，女孩子，对，这是她的新女人，也许未来才是啊。嗯，现在试不了啊。吃饭吃饭吃饭去吧。
我们俩奔了饭店了，到了饭店坐好了，点菜。点完了，他那吃着呢，吃着刚吃一半，把筷子往那一放，看着我。我琢磨了，干嘛呀？咱俩结婚吧。结婚吧？跟我聊天呢吗？见面还没45分钟呢，就结婚了。结婚吧。哎呦，你得娶我，你放过我吧。他太渴望得到了爱情，我不配拥有你。你配，你没问题。我这配不是你不得到他，那你让别的男人怎么办？这是我，这都一对一对的，这不好往外。怎么你们不下地狱，让我下呀？不是，这个玩意不好往外踹着呢，这个。那我也不能收了呀。你冲他脸上那个拆，你也得跟他呀。真是，一会儿我就给那个拆洗了。嗯。不是这个，咱们俩人就见面，咱还互相不了解呢。嗯，其实我这个人性特次，是吗？我人性又不好，人又不好，我臭毛病还多。嗯，那你这，你放过我，你外边还有好的了。我搭档叫朱鹤松，回来我介绍给你，好吧？哎呦，他就喜欢你这款，他也胖，你们俩加一块合肥。不行不行不行，我害怕领回家，我给他酸煤气灶上。不行，嗯，就得是你，就得是你啊！我就喜欢你这样的，啊，漂亮。娶我，哎，好，不是，这真不成，这个、啊，咱们再聊点别的行吗？哎，拜天地，说什么都不行是吧？就不行了，好，不娶我也行，干嘛呀？给我点钱，要钱，青春损失费，你对他做什么了，俊赫兰？就这个模样，真是，我能对他45分钟，我能做什么？哎呀，你这，哎呦，你这。我敢做什么啊？那为什么找你要钱呢？我跟你在一块儿，我算浪费青春呢。对呀，啊，得了，我破财免灾了。嗯，你说多少钱吧？我说啊，啊，这也不好说着呢，没法定价了。正研究多少钱呢，我们俩一扭头，饭店对面啊是一小花园。哦，花园里啊不知哪个郭老师的粉丝给郭老师立了一雕塑。什么雕塑啊？穿着一身大褂啊，可能跟观众招手呢。哦，这个模样。哎，打招呼呢，哎，和蔼可亲。我说咱们就听我师傅的啊，听郭老师的。郭老师说给500。哦，你还真听师傅话，你还哎，给500啊，这500，500啊，500也行。这娘们见粒就走。啊，行，你先吃吧，嗯，先吃吧，来吧。吃完了，咱看郭老师那手，咱行事。他说给多少，咱给多少钱。可以，行吧，吃吧，你吃吧，来吧。他这边吃着，我过去找老板去了。我说老板，这什么？门口郭老师那雕塑，手指头给我敲仨下去。嗯，啊，敲三个下去，对吧？你这好家伙，少给点是点啊，给200块钱，对不对？少给一点，我认个便宜得了。行，200，我一毛也不想多给他了，就当逛动物园了。啊，回来吃，嗯，吃差不多了，他起来了，看着我，行了，吃完了啊，给钱吧，给钱吧，我拿200块钱，我就给他了。啊，不对，怎么不对呀？刚才说不是这个价钱。嗯，我说郭老师说给多少啊？你看。他回头这么一看，郭老师说给600。600？我扭头一看，啊，郭老师敲成这模样了。哦，把这仨给掰下去了。哎呦，给我气的呀！哎呦，我得了，刚才人许给人家了，破财免灾，还多花点钱，得了，数600，我给你，给钱。哎，他拿钱走了，嗯，扭头我找那老板去。好，我有你这样的吗？啊，让我多花钱了。老板也问什么情况啊，来龙去脉跟他们一说，他也是乐了。嗯，你呀，你认便宜去吧。怎么着啊？敲这仨你给600，啊，要敲成这样你得给800。别说了。感谢二位的精彩演出。咱们这回换一换耳音啊，有请您欣赏一段郭老师创作的太平歌词《游西湖》，表演者陶云胜。谢谢大家的鼓励，给您学唱一段郭老师创作的太平歌词《游西湖》。闲话少说，打板就唱。那人生在世，天下有争名，多历几世修，闯罢了
江湖跑断了腿，走遍了天下，又遍了州四方，竟只观不透那天下美景，数着杭州山又青，来水又秀，真好似金山竹影几千秋。龙船引着风船走，公子王孙坐在了高楼，那金鱼儿也是走，那银鱼儿也是斗，嘿，来往就不断那大鱼的舟。这清明节许仙来插柳，家家户户祭扫坟头，许汉文撩衣往前走，这又来了温柔典雅美貌多姿，十七八岁两位大妞。清明佳节，许仙、许汉文游湖借伞，家喻户晓的故事。来了两位大妞妞是谁呢？是北泉山黑风洞白衣大仙，就是白素贞，还跟这个贴身小丫鬟叫小青。这个白娘子跟许仙呢，500年前有一段姻缘，该当着今生得配。那么这个事情呢，就被这个小青姑娘看出来了，说：“姐姐，奴婢有话对您演讲。”接下来呢，给您换个小牌子，叫打新春。青儿为说话呀，先把这小脸扬啊，尊了声姑娘，细听一个端详啊，咱二人来着在这西湖岸，哎呀呀呀儿呦啊，遇见了风流潇洒俏才郎，那一儿呀儿呦，西湖好比普救寺，桥栏杆好比粉皮的护儿墙啊，小书生好比那张君瑞，那呀呀呀儿呦啊，你比作崔小姐，我比那小红娘，那一儿呀儿呦，博舌闻听忙把这口儿张啊，一句话说得我们透心儿凉啊，500年前姻缘配，哎呀儿呦啊，但等这鸾凤配成双，那一儿呀儿呦。小青儿说完一番话，白娘子高兴了，还是妹妹懂我，说到我心缝里去了。可是你看这西湖岸边人烟稠密，人太多，我们两个人呢没有办法说话，你看这怎么好啊。小青儿说了，这有何难呢，咱们有法力呀、啊、哎，您等着我给您做法。说话间手掐诀口念咒，云掌西北是雾奔东南，这小雨儿可就下起来了。再给您换个小牌子，叫银纽子。许汉文那扶栏杆正往桥下走，忽然凉风冷飕飕，春雨鬼如油，蓝山全都湿透，搅散了游湖的人那咯哒咯哒遮住头，哦哦，急慌忙买把伞遮住了我的头，忽然凉风冷飕飕，春雨鬼如油，蓝山全都湿透，搅散了游湖的人那咯哒咯哒遮住头，
急慌忙买把伞遮住了我的头，又见那旁来了小船舟，许仙忙开口啊，船家你慢些走，打一打扶手渡我到杭州。许仙要去杭州，为什么呢？人家在杭州有买卖，开了一间小药铺，许仙要回杭州，青伯二蛇也得跟着，非得赶在同一条船上，要不然怎么能有游湖借伞呢？接下来换回太平歌词。那许汉文上船奔杭州，又来了青伯二蛇两个妞妞，二姑娘走路风白柳，上船坐在了船舱的头，婆娘子这旁把许仙瞅，好一个风流潇洒独占鳌头，牙脖似玉一张阔口，有一顶寸金石戴在了头，眉也是青来目也是秀，那儿大有轮好吃明眸，小奴家若与此人成了配偶，豁出来500年道行我一笔勾，暂且不言博舍把许仙瞅，许汉文从上下打量这位女交流，哎，则见她黑黑的乌云梳个慈航斗，我从鬓边梳了个水墨云头，满头首饰把花簪头，外带着那12斤的小耳挖勺上高楼，穿花针是佛手，颤巍巍打了下来两个绒球，那一双柳眉弯又秀，扑簌簌那杏核眼水不流，悬胆鼻子樱桃口，那嘴唇上点的胭脂酥杭儿粥，乍相逢许多话儿就难开口，男子有意女把情留，这一回有呼巧遇伯娘子，到下回水漫金山恩爱结仇。感谢陶云盛的精彩演出。这两天演出您发现一个特点没有啊？一般来表演的呀都是我师父的徒弟，包括有平辈的演员，这回来了大辈儿了。有请欣赏相声五毒论表演者，我们二队的底角谢金、李鹤东。给您画一谢谢，哎，谢谢您的掌声鼓励，是啊，掌声在哪里？掌声，掌声，掌声，谢谢大家，谢谢大伙儿。来到天津演出 啊，心里非常的开心，高兴，也很踏实，是跟回到了家一样。嗯，刚才人家二位说，一位哈，啊，对，不好意思啊、I'm so sorry， 这个 ，sorry， 您吃脏东西了，对对。这个陶云盛 啊，这是我们德云社比较唱的比较好的演员，对啊，因为他比较受到这个郭德纲先生的真传，没错啊，从这个方方面面呀、包括个头啊、包括这个设法也真传，这个哎，反正确实继承的非常的到位，嗯啊，郭德纲先生也喜欢这些个矬，这些个这叫什么话呀、哎？哎，这德云社就是一个矬子窝嘛，嗯，就说。
谁告诉您矬子窝的？哎呦，怎么不是？刚才那陶云胜真的，我们俩二马一错蹬，我差点踩死他，真的。我看打您裤裆那儿就钻过去了。我说凉飕飕的呢。嗯，这个，我把您裤衩偷走了。谁穿那个？哎，这个裤衩都不穿了。哎呦，我早就裤衩自由了。那不是他偷的，裤衩自己偷着跑了，那是。确实人家唱得好，嗯，唱功方面陶老板确实了不起，优秀，咱得跟人家学习，对，唱得也好，下去稍微的休息休息了，歇会儿。哎，这场呢把我们二位呢更换上台，轮换演出嘛。尤其啊今天也是一个好日子 啊郭德纲的忌日，郭德纲的这个纪念的日子，不是纪念郭德纲先生啊，对，早晚的事儿。嗯，这个什么就早晚的、您跑这儿许愿来了，这是呢？哎呦，不应该说出来哈，废话说出就不灵了。对，确实啊，这个郭德纲的这个钢丝节，对，钢丝节啊，可能到现在也得14个年头了，年头不短了。我来德云社也16年了，您啊，那时候刚20出头，大小伙子，哇，现在啊41岁了，哎呦，啊，年过半百的人了，嗯，啊，这个41岁就年过半百了，嗨，我活不到82，哎，这。你怎么天天许愿呢？我有自信，这要什么自信呢？确实是，就是说什么呢？来的年头也比较长。嗯，实话实说，郭德纲先生，我还是受到郭德纲先生的这个启发呀，嗯，才喜欢上的相声。哦，您也是。有的人认为我是相声世家呀，嗯，是吧？祖上四代都是从事曲艺这个行业，都干这行，是不是？祖上啊，打我父亲那谢天顺先生那就开始啊，嗯，熏陶我。其实不然。哦，我那时候2005-2006年就开始听那个郭德纲先生的那个。作品，你拿哪一个耳朵听的？这是真的，我崇拜我的偶像。嗯，咱可以说啊，咱实打实回到天津了，嗯，这是我的偶像。对，郭德纲先生啊，艺术造诣那没得说，了不起，对吧？包括人品，嗯，这个也没得说。这是好是不好？没得说，有什么可说的？你这一个句不说，比骂街都难听。这怎么脆上了？郭德纲先生可以称得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哎呦，郭德纲先生可以称得上空前绝后的这么一位优秀的相声表演艺术家。没错，郭德纲不一定空前，嗯，他一定绝后。哎，你这个愿望也有可能会实现哦。胡说八道吧，这不，怎么了？郭先生的郭麒麟。哎，别说了，你一说把于谦暴露了。别说了，什么于谦？人郭汾阳。啊，哎呦，郭汾阳是你干爹。对，你怎么那么高兴呢？你郭汾阳要是我干爹，我每天都有商演，知道吗？倒霉模样。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说德云社来说呢，是一个欢乐的一个大家庭。对，尤其郭德纲先生这么些年为这个艺术啊，包括为相声、为曲艺啊，确实这个传承啊，也是付出了很大的这个贡献了。那贡献不少。尤其我们相声讲究的就是传承。对，对吧？你包括我们后台有很多这个名师高徒啊，都有谁？都是出身比较高贵的。郭德纲先生啊，郭德纲先生师傅谁呀？啊，侯耀文先生，那是我们师爷呀，对吧？于谦老师，于谦老师的师傅石富宽先生，石先生写文金相声小泰斗，嗯，这个他你长得跟泰迪似的，你还泰斗了，你写文金，嗯，他的老恩师谁呀？谁呀？北京的相声名家，对，王世臣先生。哎呦，哎，你一个鼓掌没有？不用鼓掌，你嗯，包括这个李鹤东老师，嗯，他的师傅对尚小菊先生，哎。这个我还有辈儿吗？我尚小菊是我师傅，尚小菊不是你师傅？谁哪儿啊？不是哈，没有，我的恩师也是郭德纲先生。哎呦，真的，你拜郭德纲先生啊，用这么四个字来评价，哪四个字？误入歧途。哎，啊，我怎么了？我误入歧途？不是误入歧途了，哪儿啊？认贼作父。哎，有好词儿吗？哪有好词儿？郭德纲先生没有好词儿。哎，这叫什么话呀？应该呢，光宗耀祖，真不要脸。哎，这个我哪儿不要脸了？光宗耀祖了，嗯，对吧？尤其是传承郭德纲先生取了这么些个字儿，嗯，云鹤九霄臭不要脸，那个，嗯，云鹤九霄龙腾四海，龙腾四海。嗯，哎，他把这些个脏字呢，嗯，然后
都赐给他们的。这叫什么？什么叫脏字儿啊？就这些个，就是看起来特别耀眼的明星才能带的字儿，嗯，是吧？是是是。人家现在多好啊，嗯、四梁八柱啊，鹤子科、云字科现在都起来了，都了不起了。这就是传承。对，包括您今天来听相声，嗯，您也是喜欢相声、爱相声。对呀、啊，您包括拿我来说吧。您我也是爱说相声，您是爱听相声，没错，咱们的共同点呢都是喜爱相声，实话，这是咱们的爱好。嗯，每个人都有爱好，都有区别。哎，您拿我来说，我也有爱好。您哎呦，我爱好比较广泛，好色。对，嗯，告你媳妇儿别说、哎、这个，尤其是我媳妇儿跟你说得着吗？尤其是这个好色，尤其这个什么，大伙儿看我这个身材可能都知道，以前我不是说相声的，嗯啊，我是一个 model。 对对对，你是个毛豆，你是个甜蒜，嗯，我是 model。 什么叫 model 啊？模特儿。您以前是模特，多新鲜呀！我跟那个抹文蔚，我们经常的走 T 台秀。你这一男一女走 T 台秀，经常参加比赛、嗯、啊，新丝袜模特大赛、哎。我那个时候啊，就你这腿毛一茬来长，你又偷看我。你穿双丝袜，你就是一行走的山药，你是。那多壮啊！一般男孩子们都爱看我。哎呀，那叫大伯。真的，我腿长，真的，我堂堂的十尺男儿，真的。嗯、尤其我十尺男儿啊，那郭德纲先生呢？郭德纲五尺。哎。郭德纲最无耻，没听说过，就是确实腿比较长，因为大伙可能没看过啊。嗯，哎呦，这叫什么演员、哎？我这腿比郭德纲的命都长，有这么比喻的吗？那咋比喻啊？你呀、啊，所以说我也有我自己的特长，包括我喜欢健身。嗯、因为大伙也能看得出来，我这个身后边八块腹肌，嗯、尤其我在这个。你练出一王八盖来，我长寿啊！我文字辈的，我活一万岁。那他们都死翘翘了，身背后练出八块腹肌来的。那是身哪儿？这不前面吗？哎，对了，前面八块腹肌。哎呦，包括下边这法令纹，我练的。哎，你这脸就得有一米二长。我法令纹长这地方，我脸可能练下垂了。哎呀。法令纹在哪里？法令纹这不脸上吗？哦、对对对了，嗯、哎，这练这个，这叫人鱼线呀，对对对，马甲线呀，我也不分男女啊。是是是，哎，对吗、嗯？哎，经常的练，你包括哎，哎呦，我这个鸡胸肌、哎，你到底是什么玩意儿？胸肌，嗯，哎，鸡翅膀，哎，鸡大腿，鸡屁股。哎嗯，包括我喜欢养生，你啊，哎，我喜欢按摩，啊，是正规的，那呵，谁去过正规？嗯、哎，那个不去正规，我实话说，我经常的 SPA， 什么您呢？我经常 SPA， 哎呦，那你妈不容易啊，这么些年竟改嫁了，你这改嫁干什么呀？你经常 SPA 吗？你不说吗？我经常 SPA。你这嘴里都有暗器，你这是 SPA SPA、哦、哎，包括采耳，哇，喜欢采耳，会享受。哎呦，上次那娘们脚丫子太大，嗯，踩流血，拿脚踩采耳吗？这娘们汗脚啊，这是她要知道你说相声应当踩你嘴，知道吗？哎呀，应当压你嘴。哎呀，什么玩意儿？采耳，他也喜，他也有爱好。我什么爱好？他喜欢那个跑路，跑步，跑步，跑步。哎呦，一天得跑几千公里。我店取经去干嘛？我这不是，反正就爱跑跑步机，可能跑步机啊。我下不来了，那是下不来机了、嗯。反正就说人家喜欢这，包括喜欢什么呀？飞盘。哦，现在年轻人都喜欢这个。哎，他经常跟那个大姑娘、小媳妇儿啊，嗯，玩那飞盘呀、啊，是显他能。哎呦，他配合的特别好，真的、嗯，他跟他那主人配合的特别的娴熟。你拿我当狗了你？跟什么叫跟主人？跟你就是朋友，嗯，朋友一块儿，对吧？一般的人拿手接呀、啊嗯，对吧？什么背剑呢、啊？呵，是吧？胯下呀、啊，都花活。他不是，我呢？他拿嘴接。哎，哦、啊，行了。肉包子打狗来了，这是，
这就是爱好。嗯，你包括我喜欢高雅艺术，您我喜欢看什么呀？嗯，芭蕾舞。芭蕾舞，真的，真的，您这玩意儿您看得懂？那当然了，看得懂。嗯，那我喜欢看芭蕾舞，尤其小姑娘穿衣服都比较简约。嗯，啊，上面到这儿，下面到这儿。怎么这帮娘们儿系根皮带就出来了？这玩意儿挡着什么？就这叫板带。这玩意儿遮着哪儿？就遮肚脐眼了。这个你这有小裙子。嗯，哎，前些日子那个八宝山芭蕾舞团啊，哎呀，来天津那个八宝山芭蕾舞团，对，来天津演出，跟哪儿刨出来的这事？你这买票？嗯，我买躺票。这玩意儿，哎，头一排躺票，买五连座。我这身高得五连，郭德纲两个座就够了。嗯，你提他干嘛？哎呦，欣赏艺术。嗯，过了两个多小时，直接给我送医院了。怎么呢？眼睛看不见了，失明了。我都傻了。但我说大夫，赶紧给我看看吧。啊啊，我这什么也看不见了，这怎么办呀？嗯，大夫说没关系，别害怕。你以后建议你 啊，无论看什么东西啊，是至少半个小时眨一回眼，你就没事了。俩多小时没眨眼。是啊，我怕浪费这个针呢、啊。他擦擦得真的，哎呀，您是真是欣赏艺术真谛。对，包括喜欢什么呀？嗯，喜欢马戏团。马戏，哎呦，马戏前些日子，嗯，那个北仓马戏团，北仓马戏团，这有马戏团吗？这个吴家窑马戏团，我不知道这北马戏团，嗯，演出我也买票，你也躺票，躺票让人踩死了。你不是耗着马戏团有躺票吗？买头一排的看呐，离着近就行。哎呦，尤其那小姑娘也是俄罗斯的，有的那个大姑娘啊，小媳妇儿的，呵，金发碧眼啊，呵 ，S 型身，前面看 S 型身材，哎呦，漂亮。前边看 S 型身材，这不眼镜蛇站起来了吗？这不，哎呦，这个小姑娘啊，嗯，嘴上叼了一颗糖，对，大老虎过来吭吭一口，哎呦，从这姑娘嘴里把这糖叼走了，这多刺激！当时咔。雷鸣般的掌声啊！大伙儿都爱看着。哎呦，当时我一看，这叫神马玩意，这还不行？我也行啊，你能来这个？我也行啊！哎呦，把那老虎牵开！哎，我叼那糖去、嗯。那不用你，我也能去。我先来的。哎，谁跟你这插队了？这个，你就说这是不是、嗯、这个玩意儿？哎，我也爱看。是，但是我认为有些爱好啊，建议朋友们不要去沾染。哪几样啊？你比方说抽烟、喝酒、烫头啊。嗯，对，你说的这是于谦的。对，这都是臭流氓爱的。没听说过。吃喝嫖赌抽，这过去叫五毒。过去这叫五毒啊。嗯，那时候他们家呢，我记得就好这个，家里必须得有钱有条件才能好这个。我们家好这个。那可不办，你再说这个酒。嗯，他喜欢喝酒，平时好喝点，喝点洋酒啊。嗯，葡萄酒呀。啊，什么轩尼之士啊，对，是吧？那个红方啊，黑方啊，对，马伊琍啊，对，喜欢喝点这个。我喝谁？我喝马伊琍。谁呀、啊？马爹利。哦，马什么利？爹。哎。马什么利？孙子。哎。你看这人多可惜，还挺急。你老不按那个套路出牌。是。马爹利。对。对吗？而且讲究的加点软饮。嗯。一般的都加什么绿茶呀、红茶呀、可乐呀、雪碧呀，对，他不一样了。我呢，加豆汁儿。这玩意儿喝着能是味儿吗？这个。后来呀、啊，喝点啤酒、嗯，啤酒也喝不了太多，包括白酒也差一点。对，白酒基本上拿筷子一蘸，往嘴里搁、啊，死翘翘。你说点人话吧。您要干什么？我要接小婶儿。接。我扶着点，不用，我二队队长，嗯，我大兴扛把子，那管什么用啊？那个我不用，我自己去，嗯，自己去了，走到这旁边的，一出了这个饭馆，嗯，过了马路找一电线杆子，对，我这还得抬腿尿，你这不还是狗吗？那个抬腿跨过便道牙子，嗯，哎，到那马路边上，把上衣拉锁一拉，上衣拉锁，哗。尿完了以后地上了，嗯，回来跟我们还说呢，是哟，外边风太大，嗯，搜腿，哎，搜腿，那不尿裤子了吗？后来又喝了半杯半罩、嗯、半杯半杯，哎，又起来，我要大姐姐大手，哎呦，又大姐了，这口味越来要大，要姐大手啊，嗯，我扶着点婆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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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咬人的，我自己去买买买买的，
自己去了转了一圈，嗯，回来可能没找着厕所，对，蹲在我们这桌子旁边脱裤子蹲那儿就拉，这多丢人呢！我们都傻了，你说直接喊，哎，林鹤东不许在这拉粑粑，嗯，你这一说，你旁边人不都看见了吗？废话，你不喊人听不见，怎么办？这时候用一小动作告诉他，什么动作？敲桌子，嗯，哎，嗯，哎，哟，李鹤东说句话把我们大伙逗乐了，我怎么说？别敲了，啊，我也没带纸，哎。你说这酒喝什么意思呢？酒要少吃，事要多知。你早干嘛去了？没事喝点小酒行，千万不要依靠这个酒啊，嗯，然后去睡眠呀，啊，那对您身体没有好处。没错。哎，再说这抽，抽啊，哎，抽烟啊，嗯，这个不能不提他的爸爸。我爸爸好抽烟。哎，李鹤东的爸爸谢金，嗯。哎，这个，你等会儿，我爸爸谁？你爸爸谢金，最了解。你以为我是你爸爸呢？哎呦，真不要脸！哎呦，你想奔那德字辈的是吧？李德东啊，行了，哎，李德东啊，郭德纲啊，行了，张德燕啊，什么乱七八糟的，哪儿啊？你说清楚，别大喘气。哎，你爸爸，我最了解。嗯，老爷子喜欢抽烟，是讲究什么？一根火，怎么叫一根火？点着了以后，一根接一根，一根接一根，一根接一根，嚯，一根一根抽的已经不过瘾了。嗯，十个手指头都加满了。这玩意儿，这是抽呢，是吃的。哎，后来自己卷烟叶，嗯，买好几十斤烟叶卷，那玩意儿劲儿大呀。呵，卷完以后讲究撒什么红葡萄酒，提味儿的。哎，撒每天都撒红葡萄酒，但是他妈会过日子，嗯，就觉得这红葡萄酒得多贵呀，那挑费也不小。背着他爸把这红葡萄酒换成酱油了，那玩意儿是味儿。他爸不知道还卷撒酱油。哎，撒孜然，撒辣椒面，哎，抽，抽了俩月，他爸那脑袋跟大腰子似的，就这模样还咂么滋味儿，熏黑了。哎呀，后来啊，他去南方啊演出，嗯，四川那儿有那个水烟，哎，这水烟能过滤，哎，煮水桶旁边有一个过滤的那个，那里面有水，把这个尼古丁都过滤到那个水的里面，没错。哎，他一想这个对身体有好处啊，给他买回来，给他爸买一个，嗯，他爸高兴，是咕噜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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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抽了半天不过瘾，怎么办呢？把那塞儿拔了，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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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把那水都喝了，你说这个像话吗？哎呀，后来呀，闻鼻烟，嗯，鼻烟也是每天都这一个鼻子眼里塞二斤，哎，鼻烟，哎呦，这玩意儿都吃饱了都二斤二斤，哎呦，电子烟，最后抽的只光咬电，嗯，怎么了这是？哎呦，就连续啊，就这样啊，抽了二年，嗯，他爸光着膀子往马路当这儿一站，怎么样？喝整个一胡家桥，哎呦，胡家桥，可不是吧？还以为糊了，不知道还以为腊肉出来了。嗯，所以说建议朋友们不要抽烟，嗯，真的，尤其烟到您到了一定岁数了，大夫您一体检一告诉您，嗯，哪方面您不许再抽烟了，是您早晚得戒，没错，喝点小酒没事，烟尽量的不要去沾，嗯，提这瓢了，嗯，不能不提你大爷。什么玩意儿？我大爷？你大爷好嫖。你大爷好嫖？你大爷好嫖。你听这词儿怎么跟骂街似的？这都什么叫跟呢？你这人啊，这玩意儿就是骂街呢。识抬举，他大爷喜欢那个时候讲究什么？是解放前是妓院的合法化。那时候有钱，家里有钱，身体好，嗯，尤其他大爷那时候打小习武，是没有不会的，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鞭锏锤抓躺棍槊棒拐的流星带钩的带尖的带刃的带刺的带峨眉针的带锁链的十八般兵刃样样精通。嗯，什么叫金钟罩？哪个叫铁裤衩？嗯，老爷子，你先脱下来吧。怎么鼓的铁裤衩都穿上了？铁布衫，对，一身的上午精神，上午精神，上午精神。下午呢？下午睡会儿。再说这赌吧，赌，酒赌无胜家。对，尤其您啊，包括上那大船啊，嗯，您刚一进去，他拿这个摄像头都已经知道您的资料了。嗯，大个席一月挣多少钱？什么单位？姓什么叫什么？不能在这儿花多少钱，嗯？他都知道。头一天没准给您放水，第二天最后一天他肯定得收手。嗯，所以说最后一天千万别，这都是骗钱的，没错。再说这吃吃，啊，哎，民以食为天啊！您吃错东西了，民以食为天。嗯，提起这吃来了，该提你几大爷？我三大爷。三大爷喜欢吃，嗯，没有没吃过的。是山中走兽，云中雁，陆地牛羊，海底鲜，猴头燕窝，鲨鱼翅，熊掌干贝，鹿尾尖，都是好东西。而且讲究每回吃啊，都吃的七成饱。
干嘛七成哎，为了便于消化呀。嗯，再过一会儿呢，再把刚才吃的东西再倒上来，重新再嚼一遍。我大爷是牲口是吗？不是，就说呀，耗这个没有这个，知道吗？哎哎、就七分饱，耗往外漾，没有，是吧？那是反流了，那是。对，这反流了。就说什么他那时候他三大爷喜欢吃，嗯，那时候我也说老爷子爱喝那个补品呢，嗯、我说您可以去买点那个鳖精啊，鳖精，哎，对您身体有好处啊。嗯，他三大爷说了，哎呦，我不爱吃那个玩意儿、嗯，那玩意儿都骗人的，都是假的，哎，不真材实料。有的那个卖鳖精的买了一个王八。然后宰了熬汤，熬完汤以后兑水到小瓶里，挨家挨户去卖去。卖了七年，一个王八没用了。这王八没死是怎么的？我得吃那个真正对身体有好处的。吃什么呢？我说老爷子，嗯、这事儿交给我了。您啊，我托朋友到这个保定，嗯，给老爷子弄点驴鞭来。哎，这玩意儿好东西。老爷子吃喽吃完以后，呵，我这个精气神 啊，别看我今年73岁了，气得喊着喊，给我来个公司，我能当经理。有底气了，当经理了。嗯，托朋友到山东，是给老爷子弄点牛鞭，更补了。吃完一个，呵，闷儿，呵闷儿。哎，我这状闷儿，我这状态、啊，给我来个公司，我能当总经理，更有底气了。托朋友到承德，是给老爷子弄点鹿鞭，更补了。老爷子吃完以后，我的犄角呢？哎呀，这都流鼻血了都。给我来公司、嗯、我能当董事长。呵，托朋友到东北、嗯、给老爷子弄点虎鞭、嗯、老爷子吃完以后、啊啊、董事长我都不想当了。那您当什么？我想当流氓。我去你的吧。下一个节目请您欣赏相声《杨乃武写状》，表演者张鹤伦、郎鹤炎。哈，刚才那逗哏的个儿挺高啊，真是哎，哎呦，爱你，好嘞，好嘞，啊，谢谢大哥，爱我呀，你看看，嗯，好嘞，喊什么的都有啊，嗯，哟，哟，这是你老家的朋友吧？怎么还把我字儿摘了呢？上来把我字儿摘了，喊张立民，别喊他，给我站起来。你下来，下来，行了行了，都多大了还玩这游戏呀、啊？没必要这样哈、啊，都请坐好了、啊。确实，你看这就是人缘、啊、一上来的观众有人喊，你的人缘就是喊退票。有谁喊了？你告诉我。你听听，咱别起哄。对，你看。刚开始你们就并没有喊吗？这不他说的，你们才这是我说的，没有必要配合捧哏的、哦。现在捧哏都坏着呢，真的，没有几个好人。你说于老师是吗？跟于大有什么关系啊？那什么叫捧哏的都是坏的呀？就是你们这种，我们怎么了？欺负我们逗哏的，我们是弱势群体。真的哦，在台上来说，我们现在不占便宜，一说点什么，大伙都帮着捧哏的。嗯。就是我觉得没必要那样，都是好伙伴，对不对？都是朋朋友，别迂啊，差不多得了啊，彼此给个台阶，差不多啊。脾气不太好，好几天没杀人了。哦，原来你想自杀呀？上台来，人家大伙是对咱们喜欢的，一上台，你看有人喊张伦，我爱你，我要给你生孩子，像这谁喊后边这句了？怎么这么不要脸呢？我就那意思，你看人举着大牌子，你看张鹤伦，我爱你，看别回头，骗你们的。最后一排哈，最后一排都是山东的企业家，都是。最后一排的大概回头，怎么在撞墙上？回头至于撞墙上吗？哎，这是对我们的一种喜爱。嗯，感谢大伙啊，上来咱有的朋友认识我们，有的人不熟悉。啊，有新朋友也得先简单的做个自我的介绍，还得说说，我叫张鹤伦，是德云社的一名小学生。平常说完之后都有掌声的，别这样说啊。今天说完连个渣都没有，好，好，好，我记住你们每个人的嘴脸了啊。您那眼神能看见谁呀？我给你们刻在我的心脏上。好，您这得搭桥了，都得。介绍一下旁边这位，哎，该说我了，这位叫我的搭档郎鹤炎，是。
谢谢天津的父老乡亲。你告诉我哪儿好？你这就喜欢他1.37米的个头吗？那还是呢，我1.37米，这桌子上摆一丸子是怎么着了？您太玩笑了。他跟我师傅加一块2.2米，你算吧。我的天哪！哎，我算算，加一块2.2米，我1.37米，那师傅就一碟儿高是吧？师傅2米，你怎么算的？那是2.2米，我2似的呢。你别计较这些，我能不计较吗？就说人家有人让观众捧你，你看自己好像年年自喜的，这种东西就不对的。您这成语怎么这么恶心呢？怎么了？沾沾自喜，年年自喜。行了，行行行行，没，你有学问吗？有没有学问？这话不能露怯。那也没有必要抠我痣眼儿。我多次抠你痣眼儿了，吐痣发音吗？哦，你这是特异功能。还能吐痣，仗着喜欢你的人多开始犯了，是不是？也不是开始犯的。哎呦，大伙真喜欢他吗？还对，别再问了。喜欢他，不喜欢我？你这有意思吗？这告辞。不是，哎，您先走，您先走，您先走。别拉我！别拉我！别拉我！你比那靳鹤兰还不要脸呢，怎么这逗哏的一个一个全这个呀？你不应该拉一拉我吗？我这两天肠胃不错。你就真说我下台之后你在台上自己干干尬尬，你就得尬死，你知道吗？您这成语还 AABB 的呢，这干干尬尬。我下去你自己留在台上你怎么办？我给大伙表演呢。单口他会个六，哎，对，我是六队的。他要会单口，他不早站在这块露出修长的黑丝了吗？你们这逗哏都穿黑丝是吧？怎么就扎个兜呢？啊，废话，刚才那谢金那么大高个，大山要出来了，你这是什么呀？大黄瓜，都带刺儿的。啊，我跟他们能一样吗？你不一样，对，比他们还差。是，那就没得聊了，那叫个。为什么要提他？我也不知道。废话了，对不对？那人都大辈儿，那么老祖。不是他是我师爷，他是你老祖。快叫师叔。人家师爷辈儿的，是师爷辈儿的，怎么了？你跟人家说话，你不得这样吗？你，我要跟他这样，我这个头他还能看得见我吗？尊尊敬敬的谢金多大岁数了？谢金比我还小一岁的。谢金41，我42，比你小一岁，你管他叫师爷？人家辈儿大呀，辈儿大。对呀，呸！好家伙，骗你的！为什么呀？骗你的！那你叫他什么呀？我们论哥们儿，小兄弟。那小兄弟还小兄弟？兄弟，你今年多大？我说了，我今年42啊。42，对，这么巧。嗯，这么巧，你也42，跟我脚一边大。那我还长呢，你这脚长吗？不可能。什么叫不可能啊？你是曹操啊？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哎，你不要模仿我啊。哎，42岁了，跟大伙说说有什么长寿的秘诀吗？我长寿的秘诀就是给儿子捧哏。无聊。不瞒大伙儿啊，我儿子这脚今年42的，你知道吧？我最讨厌这种伦理类的包袱了。嗯，你不要说这种伦理类包袱，然后享受这个过程。知道以后我也不要说伦理了，我真想现在一泡尿给你呲醒，但是我不能呲，因为我糖尿病，我不想让你尝到一点甜头。你这包袱挺好的，下回别用了。这比我那还差劲呢，知道吗？没有必要拿伦理说事儿。嗯，对不对？这不是你先挤的我的吗？40多岁了，不是多啊，40来岁。这已经不是年轻了，现在这后台现在都是小年轻的观众。后台都是观众是吧？哦，今天做了900多位演员，那咱俩是主持人是吧？
小年轻的演员，不要紧张，李民。虽然你在天津很有腕儿，李民辣酱啊什么之类的。哎，你还知道我的产业呢？知道你什么产业，我就知道你够业的。都是确实，李民辣酱，嗯，好，这都是我的一个副业。嗯，他的主业是烤串。嗯，你跟人说烤串干什么呢？这以后都照顾你生意啊，都有点业余爱好啊。当年也确实是个烤串的，嗯，经过我师傅，对不对？慧眼识珠。一般到年底了都有他的事儿，跟年底有什么关系？你这比划这都什么呀？这都是不明白呀，就是拿刀，你现在这么多才多艺吧？那很遗憾了、啊，我现在真是，哎呦，我有点刮目相看了。好家伙，你天天做眼保健操是吧？真行啊，现在、哎、啊，不用客气。既然有这么大的能耐，不能埋没在里边啊。那怎么样呢？要不你出来逗哏。我没穿黑丝啊，展示展示。一般的，你看那个捧哏演员话都少，在里边啊，就是被埋没了。我的逗哏不一样，你的逗哏就是你，我的捧哏不一样。你还让不让我说话了？是我不让你说吗？你自己说的，我的逗哏。好好好，你的逗哏听你的。我想捧你两句，我的小表辈儿。好家伙的，你摔的我不差呀，你个老棒菜。我可是捧您的，我把您捧得乌丢乌丢，你把我摔得啪嚓啪嚓的。那只能说你太接地气了。那对，我认为，我说你年长我几岁，他42了，我这大正好大我10岁。我们谁呀、啊？您拉倒吧，您的您不是38了吗？38、42差不多。差不多，差不了那么几岁，差4岁呢。对，我刚才说就是差4岁嘛。你不差10岁吗？你这耳朵问题，我说话的时候你把耳朵撩起来听着点。啊，你这话也没有那么大穿透力。岁数来说已经不小了啊啊，岁数来说不小了，因为现在来说啊，好多观众啊，人都喜欢那个青春靓丽、潇洒帅气的啊，喜欢看漂亮的。我刚来的时候那与青春年少、风华正茂、能歌善舞、如狼似虎。那个时候的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那个时候我就是说谁都年轻过，谁都年轻过。是现在来说站在台上并不再年轻了。嗯，很多观众啊，人家想听点那个青春啊、朝气蓬勃的节目哦，向上一些的，对不对？保不齐就拿唱来讲吧，唱咱们来。你看这个节目上吧，嗯，这个舞台上很多人唱的太平歌词，哎，陶阳老气，陶云胜批评老气，这唱的挺好的，大伙挺喜欢的呀。喜欢吗？看哦，你看也有，就我相信喜欢的应该是，今天我先调查一下啊，应该几零后的应该都有。几零后对不对？现在今天有那个70后的吗？没有。还真没有。80后的有吗？没有。90后的呢？90后也没有。都是00后。我的天哪。哎呦大哥，你胡子比我都长，你00后。大哥发育的早。这大哥还一光头，我一大胡子，长得跟狼人的爸似的，经常他我怎么不认识呢？他怎么说话呢？跑着00后来着啊！我觉得大伙儿确实这样，有00后的，有90后，有80后的，心态年轻。对了，可能太平歌词啊，嗯，很多人来，这是我们本门的唱，捉学逗唱，传统了一点，是是，他们唱歌。年轻人可能就喜欢了，这在咱们这儿算学唱啊。对啊，流行歌曲来说，现在少男少女你谁不喜欢呢？那没错啊。对的，尤其现在我不知道您各位听什么歌都啊，你都听过什么呀？什么听什么？小娟儿啊，真是听那歌干嘛呀？哎呦，没想到现在的00后都听小娟儿啊。没事，你拍肚子干嘛呀？啊，再来一个啊！我不怎么会呀、啊，这个歌难度很大的。好好说。啊，这个有点难度耶。小娟儿来两句。哎呀我的天儿啊，嚯，好了，只来两句啊。因为什么呢？每个人我们在这个德云社来说都有自己的代表作嘛。啊，是，对不对？像我的呀、啊、是说小娟儿啊、嗯、你的蝴蝶呀、啊、嗯，还有那个我在天庭当小三儿啊。对，我说怎么了？那儿挣得多是怎么着？肯定比相声富裕。你好好说啊，天庭当小差，当小差，小差，小差肯定挣得少，那也没有那个，
就是那叫我在天庭当小差。对了，还有这个假如你穿越西游记啊，给自己的歌，对，给自己的歌，不管能出专辑了，嗯，新出了很多歌，年轻朋友喜欢。但是你看别的那个相声演员也出了自己不少的歌啊，你说后台的那些观众是吧？对，观众朋友们啊，比方说那个谁呀，岳云鹏啊，小岳，对，大屁股脸，他没让你说他的特点，人家有自己的代表作呀，嗯，叫什么啊啊啊啊啊，今天他的观众很少啊啊，但大伙儿都能想起来。确实来说这个歌也呢他自己也不爱唱了，因为他说自己，他现在都说自己在唱五环自己都要吐了，是啊，年头太多了。哦，对，我说哥你真的吗？他说真的，自己都想吐。我说你是不是怀孕了呢？没听说过。人确实火，嗯，这是代表作。还有小月的我辫哥哥那个熬夜肩上肩，哎，这会的多啊！你看辫哥的代表作啊，你好听。我师傅也有代表作呀，师傅代表作很多呀。对对，就最拿手那个叫什么？叫小帆呐。叫小帆啊，对呀，对不对？听多少年？我刚来德云社的时候我就听这个，不，初听还穿尿不湿，现在已是尿不尽。嗯，这30多年没换纸尿裤，你看。就说年头多啊，耳熟能详，有韵味。是，那怎么着您呢？我今天，您别起哄，他唱不了。师傅叫他，我要来完之后，一会儿我师傅上来怎么办啊？来一个吗？这是看今儿今儿的不给我师傅留饭了。我跟你说，谁不给谁留饭了？我说不给我留饭了吗？你好歹想想，我还得喝汤呢，这个。来一句行不行？真来呀、啊！听着啊，得今儿就是今儿了。一见公主到灵间，不由得本宫喜心间，站立宫阿门，把这听墙叫小娟儿，吓我一跳。谁鱼的呀？等于没问啊！我这是笑脸给多了。你先回来，你先回来，你要干嘛去？不去，上回去我钱包就丢了。你压根就没带着上来。行了，大哥，你多少钱？我退你来多少钱？多少钱？2万。大哥，你洗钱来了？没有干这个的。别闹了哈！啊，因为我师傅的叫小帆，这是人家的代表作，那不好唱。对了，一个京剧来说，它就是不好来。是啊，对，不是说谁上来张嘴都能唱京剧的，得下功夫。老话怎么说呀？怎么说的？台上1分钟，台下10分钟。对，你没有这个，那就不用下功夫了。什么？台下10年功，你没下过这10年的功夫，你来不了这个，上不了台。讲究口腔、胸腔、盆腔共鸣。对，你得没有。腹腔共鸣，对，京剧它不好来，字正腔圆。哎，我师傅叫，还有师傅评剧，评剧啊，北京华北一带的地方戏。对了啊，这个相比来说就好来一点了啊，容易一些。评剧您也会啊？那当然了。不，来，你听听啊，您展示展示。别管以后将如何结束，至少我们曾经相聚过。你先等会儿，你先等会儿。不必费心地彼此约束。先别唱。撒给我。我就说你先，别唱。撒给我，拉拉扯扯的。差点抽着我，你想。我表呢？我表呢？您别来这套啊！我拉着您手，就让您这么手太快了，你。哎呀，我戒指也没了。来看我这6个戒指没了。你还6个戒指？我这大拇指上1个戒指，1扳指，我这。好笑吗？还行。废话，我拽你手是让你别唱了。干嘛别唱？正陶醉其中呢。您先别陶醉，您先出来。您唱哪个评剧啊？评剧啊。咱说了华北地区的这个评剧，说的是评戏呀、啊、评戏啊，那谁会啊？说这么热闹您不会、啊、不会我敢说吗？就是您会呀、啊、会不就唱了吗？你是想倔强而死吗？怎么了？问你会不会评戏。猜不是猜一猜。你又不是马桶，我猜你干嘛呀？那叫猜一猜，能不会吗？那会就给我们展示评戏。听着吧，小表妹儿，又来了。
好好唱吧。啊，评戏，评戏来说叫三小戏啊，对，对不对？咱们这儿大伙小生、小旦、小花脸还都知道，又叫蹦蹦戏。哎，你看为什么叫蹦蹦戏啊？那会儿啊，就是旧社会讲究说半班戏、半班戏、半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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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桌子面子斜了阴了，就叫蹦蹦戏了。不是，其实一边蹦一边唱，后来叫街舞。哦，我以为是科目三呢，我说。来来，我怎么来？科目三怎么？我也会评戏。你刚才仿佛看到你的腰。废话，我一直有腰。你还有腰？那不，这不全是吗？我这个人全是腰，这就是人腰。停停停！没有这么联系的啊。你看他还能扭两下，那可不。哎呀，真是神奇了啊！这有什么可神奇的？跳舞来说这不行啊，咱不擅长。人就叫半班戏，说的是评戏，嗯，对不对？小生小旦小花脸，是是不容易啊！来，大伙听听啊！啊，您先唱哪一个？对，你各位都听过，都听过什么评剧当中比较经典的？嗯，啊好，就当我没问。啊、那个，给我发现问完之后，哇，局面好安静啊！万一人问了一您不会怎么办？那肯定不会啊！哎，这回没有倔强啊！对，因为我们也会的少。来两句吧，比方说小生还是什么呀？打鼓劝夫。哦，好好，来两句啊。嗯，未曾说话。笑脸儿扬叫声兄弟找连方常言说一文钱压倒英雄汉现而今我好比霸王困在那我将我好比呀、汉刘备坐着在这黄鹤楼上我好比关云长被困土山岗我好比灵通山李渊遇杨广我好比冲霄楼、困住了伯玉堂好小生的唱段对小生唱这不好来刚进挺拔嗯还有像旦角啊但是刘巧儿嘿这更好了对不对小乔交线那一折新凤霞老师的代表作竹篮子那个、啊、哎这个您这什么东西竹篮子啊这就好比竹篮子了对好家伙巧儿小的你这不像巧儿不像乌鸦跟乌鸦有什么您干嘛呢这是巧儿他显人家身段就显得那么浪不是、哎、那么那个浪翘对翘不劲那么浪哎没有浪的事儿对对哎巧儿哎呦这个怎么呢捡起一个石头子扔哪儿去了那哦对没有砸着你了那别扔了啊！砸着你大胡子的爸爸了，大胡子的爸爸，那个、来感觉一下，哎，你大家伙呀！哦，这里还有我的事儿呢。对呀、节奏点哦，您要唱哪段？小桥交涧是吧？来呀，开始了！我等你扔那一下呢。哒啦哒滴哒哒啦哒哒啦哒啦哒滴哒哒哒滴哒。巧儿，我自幼儿许配大家。哒哒，你别别，好家伙的，是够浪的，你说。赵家，许配赵家，不是大家。对对对，光想着大家，跟大家聊天了。好，你这是个量的飞跃，这是。许配赵家哒哒我和柱儿不认识嫁给了他爸爸呀停停停停我的天哪怎能嫁他嫁他爸爸大胡子的爸爸长尊又厚那也没有怎能嫁他怎能嫁他呀哒哒哒哒哒哒上一次老魔会我爱上了七八个呀嚯一个人一个一个够吗够了够了人一个这要不你唱要不你唱我唱不了人家唱一句你说一句唱一句说一句不是您要唱对了我也不更正的你到底会吗我不会呀但我会听啊那你要不会你就少说话
这不是捧哏的就得说话吗？这是你要说你说的对上，说到点上也行啊。行行行，那我说说，行吗？啊，好。你要说的话，我这么说让你参与参与。我还真能参与。对，你要想参与的话，我让你参与。我喜欢参与啊。来，有这么一出叫《杨乃武与小白菜》。哦，这清末四大奇案之一啊。对着，清末四大奇案都知道 啊。我知道啊。当中有这么一出叫《背地血状》，这怎么回事？杨乃武被徐含渊在监狱里边打算死这，万念俱灰。哦。姐姐杨淑英来劝他，他姐姐兄弟不行，这样知道吗？咱们全家大小都指着你呢，不写下状纸来，姐姐替你上京城团狱状去，咱们告他。这好家伙，告他！你怎么着？谁踩着你了？是怎么？杨乃武不去，好就死这儿。他这兄弟这太颓了，这是一看来硬的不行，姐姐来软的。怎么了兄弟，你得活着，外面的世界特别精彩。这是他姐姐吗？这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啊，就这么小理啊，劝他活下去。哦，结果怎么样？结果劝动了啊，真写状子了。对了，哎哎，声泪俱下，刷刷点点写下状纸来，就在监狱写的状纸，而且大段的唱词。哦，挺好，挺好，精彩之极。那咱来这个吧，来这个啊。嗯，那您得受一受累。不是，我不会唱啊，不会唱，我就跟您掺和一下，就这么一句词儿。哪句词儿啊？就兄弟，你就趴在姐姐背上写吧。这话谁说的？他姐姐。我来那杨淑英啊，没问题。也总算看出来我发光的一面了，除了我的发型。但你这条件确实差点。确实是。但是来他姐姐的话，我觉得啊，咱们这个该隆的地方得隆一隆。什么意思？不明白。就是你把肚子上的肉往上提，往上提。兄弟，这不行了。怎么了？这是上面掉下来的。这多少年了？这个啊，合二为一了。嘿，行吧，来。身体来说，咱这么着这么着了。哎，但这句词儿我忘不了。词儿吧，行吗？特别标准。说一遍我听听。兄弟，你就趴在姐姐背上写吧。罢了，要不说这演员太通人性。我谢你。去去去去去去。说狗呢是吗？词儿是对了，有悟性，得跟真的似的说一遍。哦，我那得太假了。对呀、啊。哦，有环境，有情绪。兄弟，你就趴在姐姐背上写吧。哎、要不你来那姐姐吧。我就觉得他演的比我这好、啊、但你有大段唱词吗？哎，我不会唱。你会吗？我还得来这个。还是得嘞，兄弟，你就趴着姐姐背上写吧。真不错，但是还差那么一奶奶。这一奶奶是差多少啊？就是你讲啊、嗯、在监狱里边背屈含冤呢，你能说的这么平静吗？高亢一点。哦，还得高亢一点。对，兄弟，你就趴在姐姐背上写吧。谢谢。但还差那么一奶奶。我挺高亢的了，怎么还差呢？你想想，咱们是背屈含冤呐。啊，是冤枉的呀。咱们是冤枉的啊，对不对？都有悲愤的感觉。还要悲愤？对，悲愤。还要愤怒？对，背起来。背起来？就悲愤起来。哦哦。不是扛起来的意思，兄弟，你就趴着姐姐背上写吧。我都扛起来了，还差那么一呆。我差多少啊？我调门不够高，长调门。对，这回没问题了。来，长一调门哈。找人，再把我姐。快点！这会儿有点呛嗓子。不是，你以前是在宫里当差吗？怎么说话呢？你这是？是去泰国做过手术吗？你看他这拽我这儿了，这不是您让我长调门吗？长调门得出人声啊！我这都不是人声了。对，你这声音一听就缺少零件。就缺少什么零件？喉结。你以为胡子？你缺少这个发音系统啊！行行，我自己控制控制，掌握掌握啊！高亢，悲愤，调门
我跟您说啊，我自己掌握吧。您就这要求太高了，就这样了。主要听您唱，行吧？好不好？我也歇得差不多了。哎，他上这儿累傻小子来了，来一盘。您各位多必须了啊！操，兄弟，你就趴着姐姐背上写吧，写呀，趴呀，啊，趴呀！说完这话，你啪，你就追着。不是您前面剧情没说趴呀？你得趴着，你不趴着，我扔那电线杆子，要你干什么呀？说完这话，你一个前空翻，转体两天半，啪的扎着，转体两天半啊，半天我就饿死了。就你来那转体，那叫两周半。对，两周半，啪往那一落，炸一地肥肠，拿我炖吊子去了，你这。你来着，你我这我不可能一下摔在地上。你也别摔，真说那是舞台人是新的。那你不考虑我的命了吗？你趴桌子上行不行？哎，趴桌子上这倒行，趴桌子上。那我得把话筒挪挪啊。没事，你就啪来个银枪刺喉，噗。那谁还给我兄弟告状去？擦，兄弟，你就趴着姐姐背上写吧。姐姐，你压着我的笔了。说这笔得有笔，有笔啊，忘拿笔了，擦，兄弟，你就趴着姐姐背上写吧。对，姐姐还有纸。咱什么能不能一块都拿出来？对对对，我刚才把纸笔都有了，做笔成样就完了。擦，兄弟，你就趴姐背上写吧。啊？啊，对，还有墨。谁说还有墨的？啊，蘸点墨。啊，蘸好了。擦，兄弟，你趴姐背上写吧。好吧，砚台，砚台，砚台。哪儿有砚台呀？笔都垫饱了，要砚台干嘛？要砚台干什么？我问你呢，你唱他的，你唱你的戏，你看什么弹幕啊你？弹幕关了，可以刷礼物啊！擦，兄弟，你趴姐背上快点写吧。姐姐加词儿了，姐姐，这不能加词儿啊！科学是很严谨的呀，这跟科学有什么关系？艺术更严谨。擦，兄弟，你趴姐背上写。姐姐，你情绪不对。我很有情绪了。你看你干嘛呢，姐姐？兄弟，把我姐姐，干嘛整得这么轻浮啊？我还轻浮，姐姐快来吧。兄弟，你就趴在姐姐背上。我词儿，那是我词儿。你要不闹呢？我闹什么了？你就趴姐背上写吧。嗯，什么哪有墨干了？嘘，不许说话。兄弟，兄弟，兄弟啊，那个姐跟你商量个事儿。什么事儿啊？咱不告状了，你去死吧，好不好？我凭这一家老小爹妈什么的，我养活了。姐姐，我养活了，我看看他们谁敢欺负咱们娘家。姐姐，我跟你就要窝死了。这我不光窝死，我腰间盘都突出了。都是他们起的哄，跟人家有什么关系？这把我不理他们了，就这一遍了啊！开始，我受得了吗？擦，兄弟，你把姐们儿写吧。苍天苍的啷当隆咚，一个隆的苍，听好，写便装，悲痛难忍。啊
江南郡杭州府布满乌云，我本是奉公守法一文举刘系统，官报私仇害良民，官报贤故私情，官官相护巡抚唐举都是苦力杀人，胡瑞兰奉巡查江南郡，不知贪了多少银，傅盆冤千古恨，可怜我居家大小命难存，冒死含冤求再审，要把这江南的贪官风卷残云呐！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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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苍苍的八大土，您这是杨乃武写状，我这是张鹤伦杀猪。